今天呢，就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。我有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要带一个香港的 YouTuber 去逛士林吃好吃的美食。对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化妆开始好了。那因为我现在离出发时间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，然后很快速的完成这个任务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紧张哦，开始直播了，很紧张，我直播恐惧症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现在已经30几个人够了。我们先来决定一下我的底妆要用什么。你们觉得我要用这个 Integrate 的果冻的那一个，还是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二？有人投一一票了，有人投680一票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要上妆，我现在要用15分钟把一个妆完成，然后我就要出门了。好的，刚才大家投票呢是用那个 Integrate 的这个，就是很像果冻的粉底，所以我现在来上底妆。好羡慕不会流汗的人。培培对男生化妆有什么看法？很好啊，为什么不能？现在很多男生都会偷偷打底妆，偷偷画个眉毛，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就这样，就是随意拍个拍。好，就先这样。现在几点？54分。好，我们来决定一下，我要用哪一个眼影。快点帮我投票，要用文艺复兴还是用3C1啊？这个已经被我摔烂了。哪一个？一还是二？请投票。亚瑟，文艺复兴一票，文艺复兴两票。文艺复兴3票，文艺复兴好，那就文艺复兴。那我们就用文艺复兴来化妆。双鱼座会 爱把自己拖死，就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在那边。红色会很快掉妆吗？红色文艺复兴不会很快掉妆哎，我都觉得跟蛮久的。好的，我已经直播完化妆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今天我要穿什么。我现在身上是黑色这一套，我猜大家会投黑色这一套。是我今天请大家投这样，不知道大家会投黑的还是白的。完胜，黑黑完胜耶、我今天就可以穿黑色出门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是要出门了。 OK， 我今天穿黑色出门了。然后呢，今天天气非常非常非常的热，我现在要先去一家茶店，叫做不二茶铺，之前有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过。我要带那个香港 YouTuber 先去那家茶店喝个下午茶。它里面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空间这样子。对，但是那个我的伙伴还没有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点餐。他们这边有卖脏脏包，超好吃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小面包。现在在不二茶铺，请问大家我要吃脏脏包呢还是吃抹茶红豆？两个都很想吃哎，要吃哪一个？脏脏包获得56%，那我就要来吃脏脏包喽。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 Amy 的频道主要是会分享一些健身。哦，你知道生活啦，然后还有跟男朋友可爱的互动。我还想说考，我不说考你一下了，然后你就知道。看一下，开心可以跟我们香港知名 YouTuber 一起逛士林，不是很知名，才刚开始，才刚开始。Amy 刚说她昨天去康士美买了4大袋东西，就是我在香港用的牌子都是台湾的牌子。在香港我是用那个面膜是 Love Mor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。这个超好用，香港人心又便宜，超便宜又。那你们我
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 Sexy Look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买了很多Dr. Wu 的，然后香港 Dr. Wu 实在是太贵了，真的，对，价差很大，就 对，然后这里很便宜，就买了很多很多，还有一就是那个囤货概念，是不是雅雅？对，那其实是法国品牌的，但是在这里也比较便宜，然后。我那个就是对面霜，我一定用那个。拍照，我个人非常爱森田药妆。真的吗？然后大家都说我不要买这个。森田药妆很好用。嗯，好好吃哦。我好成功。哇，在家吃怎么吃呢？一二三，有哦。哦，我已经 feel 到我的。我的双排牙齿都是，你比我夸张。我刚才说完了，我毁了他形象。Amy 说她超爱吃台湾的蒸拌面，我每个星期吃两至三个，太好吃！我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是蒸拌面，这个就是心里面去吃的。不是我，好可爱！突然觉得要带他们去吃东西，你不知道要带他们吃什么。我觉得来适应吃东西就是要一个空腹的状态，你才可以在那边吃很多的小吃，不然真的塞不下。士林必吃青蛙下蛋，是什么来着？喝的，它就是青蛙下蛋本源。为什么叫青蛙下蛋？因为你看那个一颗一颗就很像青蛙蛋。很奇怪，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过。这些是真的吗？还是不是？20假的。基本上夜市卖的这种，对，都是假的。好，我想到要带他们去吃什么？凉面，是好朋友凉面。而且现在这时间来人比较不多。士林的好朋友凉面店，然后我要请大家帮我选一下。我要吃微辣、中辣还是大辣呢？不要大辣好了，微辣还是中辣？哎，你们很坏耶！你们要我吃那么辣干什么辣？外面很热哎。好的，中辣获胜。你们看，我觉得中辣很嘟嘟好哎。真的吗？嗯。你爆汗。刚刚吃还好，但吃到最后就真的还蛮辣的。很好吃，然后我们都饱了，饱了，真的饱了。我们两个原本想象就是可以吃遍士林的美食给大家看，但是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饱了。所以来士林夜市都吃这个吧。对，夏天可以吃凉面，好不好？里面有臭豆腐吃吗？没有，阿姨超想吃臭豆腐，不可以吃。所以我推荐他口宣品就是我平常也很喜欢吃的店，然后我都会点一个招牌，很饿的时候就是直接晚餐招牌给他吃下去。我的爱，我最爱的口宣品，臭豆腐跟细粉，对，细粉，好吃吗？是小小超，你吃下去的不错，有没有？台湾很多小吃摊都会有的鸟蛋，香港也有，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是整个样子。香港的就是一个蛋的样子啊，这个像油条吧。然后那个有那个，哎，现在一串多少钱呢？哎，现在一串20哦，很便宜。两个一起这样好可爱。刚刚他们问我说，我最喜欢香港点心，点心是什么？我说奶黄包，然后他们就这样，没有，我就是猜到了，就觉得你因为大家都说奶黄包吗？对，但是奶黄包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很比较。普遍，对啊，香港的点心最好吃，第一名是什么？也是奶王包。奶王包。因为现在实在是太饱了，我今天一直在讲很饱。对，然后最后一站，我打算带他们去看一下，就是士林夜市非常有名的名店。对，就带他们看一下，他们没有要吃。哦，还在啦，真的吓死我了！我刚想说，哎，冰店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剩下一家了？就是这一家。Hello， 谢谢一下哦。谢谢你们带我们来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行程，跟镜头一起说拜拜。拜拜。等我也结束。对对对。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可以按喜欢留言给我们哦。拜拜。哦，你都要说这个，我都没有说。真的。
好的，我现在坐在路边喝着大家点的冰果茶，大家选冰果茶，然后才惊觉我的脚好酸哦，很久没有来试夜市了。如果现在要说一个我最喜欢的夜市，我还是会选士林夜市，因为就是有好看的衣服、便宜的衣服，然后又有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又是一个学生时期的回忆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带 Amy 跟 Amy 妈妈一起逛士林夜市。Amy 妈妈超酷的，她是电竞选手哎。刚刚我们在聊，但我没有录下来。对，然后来走一遭士林夜市，虽然没有吃到所有好吃的，其实还有更多更厉害，例如说隐藏在巷子里的炒羊肉，还有庙口挖米刷，还有那个大肠包小肠、士林香肠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没有吃到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士林，然后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